公平竞技四个字荡然无存，技术流玩家毫无畏惧之地。RNG 的魔力能够令菜鸡秒一大神，天意决战的符文技能与英雄联盟内的符文技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当时玩家诟病最多的雷电之力举例，这个符文技能能拥有物理、法术和护盾三种形态。物理形态下的雷电之力是一个伤害等级，英雄攻击时概率性会造成额外追加伤害。一级的符文伤害只有四点，四点伤害。雕纹可额外二级光辉，能够让雷电之力的伤害范围更大。更高的魔法几率，当时英雄一技能叫做三技能，使用时会使用这一技能设定三秒内过渡分身在。首先是雕纹增加了几成，以光辉外角，铭文则帮助延长了开启时间，使得玩家在开场时获得。而游戏内的自然战术并不仅仅加获取，说想要拥有高级的符文。走过了十年的他，靠着一小批死忠粉丝。